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见到你笑，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跟着你笑，幸福充满整个心房，毁掉所有骄傲，留下慈悲的温暖，学习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自由却不是方向，飞得高看得远，去感受世界的美好。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旋转出生命的美妙，有了伴一起跳，才能发挥出力量。见到你笑，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跟着你笑，幸福充满整个心房，毁掉所有骄傲，留下慈悲的温暖，学习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今日要来做真多善事，当然佛教最大的善事，念一下：发菩提心，上供下施。这个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修行，叫做发度心、大度心。发无上心，讲的就是无上菩提心。所以我们就要跟他过去就爱赚钱了，一心一意要赚钱，没法度过生活。那我们学佛对的，一心一意要成就无上菩提心。所以我们每天都会念，来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所以大家都有心，但是这个世间同圆满的、同究竟的心态，叫做无上菩提心。啊，咱做代志变哪，拢未使离开无上菩提心，变哪保持正念。啊，所以既然要发心，啊，咱就念一遍诸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那这智慧如海，才叫做怎样讲？什么叫做无上菩提心？所谓智慧如海，什么讲海呢？因为众生无量无边，所以烦恼无量无边，法门无量无边。做这个病院院长，虽然内底有小儿科、外科、急诊科。这个院长啊，也必须对每一个科都还了解，每一个病人也都还了解。所以刚才做这个银行的总经理，一定对小职员开始做，每一个科目也都做给啊。最后呢，乡里经理，最后呢，副总经理、总经理，所以他的资历圆满。所以
就算进来的经理不来，总经理可以代替他，因为他做过了啊。所以写账的没有来，他可以代替他，还可以监督他。所以艺术工，各位你别发不上心，那你还有代笔心，还有了解众生，你靠的那个方法。安尼呢，叫法度来，诸归依经，东观众生，通利大众，一切不开，何难信众啊？那这诸归依经，东观众生就是讲，我要合佛，我希望众生拢合佛。我要欢喜，我嘛希望众生要欢喜。我要成佛，我嘛了解众生拢有佛性，拢会使成佛。所以，卖干那想着家己，一切拢是主他秉定，自他交换啊。所以，拢有法度通利大众，一切无碍。我大家拢有法度和难信众，拢去亲近神地性，来贴近菩提。所以各位爱爱爹爹安尼去思维啊，所以各位今日想要来参加法会，你想好呢？啊，都营营无代志，啊，我们家叫我来啊，这东西因缘，但是最后就是希望说，我是要发无上菩提心的，我都是为了要成佛，所以我要来听文殊法，下回来来吼，我要邀五十个来，是不是？啊，要找一百个来。啊，没有，愈侪人台湾2300万，看大家拢有来亲近佛法无？乃至全宇宙所有世界众生，拢有法度得到佛法的加持无？你一定来想安尼啊！做老母的三个囝，那想三个拢好较要紧，是不是？啊，归厝的拢平安较要紧。但是呢，这是世俗化。各位咧学佛呢，你的心一定爱伫个无量心啊，骗一切处。下面拢爱去甲关怀，你若无甲关怀，从过去你来参加法会，你真欢喜，我要来做功德，结果等于就巴肚疼，是安怎？嘿，你有一个完心借主讲，啊，你无咧插我，所以透早来先甘露施食，烟供天做神书，点丁金丁丁，各位同好快写一张牌位，牌位啊，跟随身上冤亲债主。啊，乃至呢，过去过一下，应招请而未招请，应该招请，还没招请，即代众生哎呀拢来。啊，不但你爱安尼，啊，你嘛要替恁岛的人拢来写，恁岛的人也无一定好活啦。啊，但是呢，你还有机会，希望伊嘛有法度亲近佛法。那伊起码个无多，啊，来同就退消灾啊，退下百位啊。所以依及一切，对家己同亲呢，一定想个勿嘞，乃至伤害你的，你都嘛要退一下啊。那安尼呢，叫做大悲无量，素无量心。啊，你有这个素无量心，才有法度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那既然你若真正发愿要成佛，你这个人一定深入经中，智慧如海。你一定想尽办法消除五尽法尽，啊，无免那成佛。啊，所以讲，你今日要出国去算买一间厝，啊，你都要钱赚就好，啊，无变哪出去，你都要足拍拼。所以一个人若要成佛，你都要一直保持无上菩提心，一直去精进。当然，什么是精进？来，修五戒，行十善业，圆满六波罗蜜，安尼你拍拼。啊，所以你伫日常生活当中，当然各位咧无用代志，但是咧无用的当中啊，别安怎将每一件代志拢当作是幸福的助缘。所以做烟供，做烟供真简单啦、啊，插彩是不是咧做烟供啊？赶快啦，上供下施有香哦。啊，所以呢，乃至呢插完以后，哦，天真香一碗去供佛咯。所以祖先哦，地基主哦，众生哦，任何时阵，你拢咧上供下施，开车哦，我要来利益众生。你去上班嘛是咧利益众生，上班都唔是咧做歹人啊，拢要做好代志。所以不管你咧做啥物代志，拢爱想着啦，供养祝福，好欢喜。
因为做的代志拢是要发菩提心的，做的代志要利益众生的，做医生嘛是更加是安尼啊。所以不管你在做啥物，那么你在扫便所，扫便所嘛是上强下施啊，和诸佛欢喜，和大家拢欢喜，大家拢消业障。所以用尽各种的办法，各位不起敬仰。我们台南麻豆道场有愈来愈庄严哦，因长后壁大一步拢无共啊！你甲看，敢若餐厅，啊无本来光差差啊，对恁无差，对我就有差，安尼光差差，恁的面拢变乌人，看无半个，我敢若看到光安尼啊，所以步步偌济钱啊，但是放落去都好看啊。咱这和尚嗰边换换较庄严的，这三尊不是无庄严，生了相同款的。啊，咱就爱讲换换较无同款的啊，看起来较老力、较金呢啊，较金。你来用迄、那、诶、個欸、有贴金的啊，无同款形象的，啊，大家看起来较介意啊。有爱观世音菩萨，有爱地藏菩萨，有爱韦陀菩萨，有爱莲花生大士啊。啊，既然哈侪位啊，拜无同款的啊，然后重点看到佛像，生个佛心，开始一个信用欢喜啦啊，所以学佛就爱想我，要安怎好，愈济众生欢喜学佛啊，你大家生起这个禅定波罗蜜，第一大乘佛法的定啊。是要安怎让众生都欢喜合乎幸福，每天都在想这个啦。所以但是虽然你发起这种的利他的心，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五执无空性，这样你就会中来。所以有禅定波罗蜜就要安怎安住在发这个波罗蜜，但是你要得到禅定波罗蜜，那你的诸念要修好势，布施、持戒、忍辱都要修好势。所以我希望各位要看大般若经啊，那大般若经是在跟我们说要怎么实践真正不离开空性的六度波罗蜜啊，乃至呢够大智度论啊，按照这个大般若经写好的要怎么真正去实践幸福之道。所以我们今天有时间要带各位读一读大般若经的重点，乃至其他包括华严经等等大乘经典讲的要怎去修波罗蜜，特别是素不良心，我们讲的慈悲心啊。那么那慈悲心是证着空性的同大方便，那要如何去做？那是怎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我们都在修行，不分在家出家都是要修行，法师要出家，那出家如果你没有抓到出家的定义，那就白出家了，浪费了啊！所以说你想要要上班为了赚钱，您头家听了没送啊？你想要上班，我头家就好，哦，这产品就好啊！所以我来家上班吼，够好多学到头家的优点，啊，够好多推销很好的物件和社会，哦、我感觉欢喜，因头家听了讲，哇、哦，今天给他骗我嘛欢喜。啊！你敢那主事敢那为着你要来赚钱，你才要来。他呢呢，你不是这个负责人啊！啊，所以那每一个人，拢爱调整自己的念头，卖好自己有一个分辨无好的念头。所以咱今摆要来供养佛，想要供养佛，透过供养佛要来奉献自己，希望将来嘛发到幸福度众生，对不对？啊，所以要来供养佛，这个徒弟啊，现在要去学，跟师傅学剃头、学开车，我将来嘛要跟师傅同款，对不对？所以要到这艰苦三年，后摆跟师傅同款，而且比师傅较敖，赚比师傅较侪钱。哦，安尼你来学，你唔才认真啊！你别使讲，哎呀，反正我就好个徒弟啊，我食菜就算袂歹啊。所以安尼你并无咧精进啊，所以一定要有精进，才有好多圆满种种的修行。精进是重点，道理大家拢知影，但是变啊将这个道理用咧呢，
专心的身口意上面去精进努力。所以希望各位呢，一年个要过去啊，各位呢，一步一步走入老死亡的界线，你要想好呢，你真正爱想好，所以唔通浪费一世人。大部分人拢浪费一世人伫买厝、饲囝、孙啊，家己的代志。但是呢，修行变成一种的啊，做二娘啊，啊，所以唔是咱全部的生命，所以咱来将全部的生命摕来修行，直接叫做精进。啊，而且还讲修行的目的是为着要普度众生。为了要让所有北部众生拢离苦，所以我一定要成佛发菩提心，再念个作安呢。安尼你在进步，一工一工一工，一分一秒拢在进步。安尼你做代志呢，才对做代志，让人看到你的进步。所以各位，炒菜有愈来愈好吃无？还问恁翁有？啊，还问恁囝？啊，你袂使用你的标准。老实讲，我这个人足可怜，大家听，书我煮好你吃，我是实验品。有当时食个拢变脸啊！啊，伊就感觉伊煮了真好吃，我这个标准啊，要煮好我吃，莫怪伊生理歹。啊，当然我爱煮比啊，食完我讲，安怎煮过更加好吃，安尼啦。啊，希望呢，伊会进步啊，虽然伊真好心，无唔对啊。所以智慧，智慧就了解自己啊，了解众生。啊，你若无智慧，你虽然真打拼煮无好食啊，过一遍更加厉害，更加厉害，全部煮出来，拢我不爱食的。连旁话来，我来试食讲，你捌我唔捌我，你捌遐久啊，我敢食这种的，拢我不爱食，什么鸡啊，什么酸啊，炒苦瓜，安尼。我看了就翻脸，我现在习惯不能翻脸，我有暗讲，对吧？一个，而且我想，啊，这些人嘛，足奇怪，你嘛电话问一下，请问恁师傅要吃什么？啊，什么有吃，什么不吃？啊，这是他是好心，但是他没有了解。所以各位这一点啊，我们有几个秘书很厉害。我出国干什么收财？海刀法师的食谱单子都到了，啊，什么要吃，什么不吃，什么要吃不吃，五个提出来念，师傅你就派宽带，香菇也未使，虾也未使，海苔也未使，我派谁啊？说好林仔，啊，你们秘书就传来了，我最近香菇有吃了啦，你就盖起来呢，啊，因为这个不好煮呀，是是是是。啊，所以啊，但是至少这是一种了解。所以各位呢，一个人在社会有成功无成功，看伊做代志就知。啊，你若社会无成功，招来出家嘛未成功，是不是安尼？所以那这个各位一定要去思维去了解。当我们供养诸佛的时候，诸佛欢喜，哎呀，就会降临法会现场啊。所以各位要每天。做子孙呢，拢还有北部欢喜，大家拢还有北部欢喜啊。那北部的成就，咱较好修行啦。啊，但是学佛重要紧是啊。我有老母，我是为我老母出家，但是我即卖想法，那既然你有好老母，你奈袂去出家，因为众生拢是我的北部啊，所以我还准备出家，搞我的北部归来讲，哎呀，爸爸妈妈。你若好我出家吼，虽然你真唔甘嘛，惊我艰苦啊，但是呢，我会从友好恁两个方式去友好别人，去友好所有的生命，因为我甲讲众生伊听无，啊，一只狗啊，一只猫啊，拢当作爸母安尼，我讲过伊两个拢无表情，安尼，啊，你咧讲什么妄加，但是佛经就安尼写，啊，意思我。我对待恁两个方式去对待所有所有的生命，特别我即卖北部拢无滴，然后更要努力啊！啊，所以北部给咱一个感恩的经验嘛，知恩、念恩、报恩，那大家嘛要有北部快乐，伊若快乐，食较好，好困，咱就心情就好诶！啊，
所以因那些话感慨，那就叫感慨。所以佛为报父母恩，是没有北部幸福这个要紧呐。所以呢，除了给世上的快乐，一定要给北部来发菩提心，上品上心，极乐世界扎心福德，普度众生啊，这才是无上的孝顺。各位要每天回想哦，一直回想，你对你的父母是这样，你才有办法对众生这样，所以父母是我们发菩提心同大的助缘，一直要一直杀杀跟父母幸福，像大世纪菩萨这样。所以释迦牟尼佛，那他也一定要让他的父母都幸福，所以要去跟他的老爸说，发菩提心真烦恼，要往生净土，发菩提心往生净土，爱家去天顶的老母讲，发菩提心追求幸福，讲出地藏菩萨的伟大。所以，那各位大家拢安尼来对待咱的父母，然后以对待父母的方式去对待任何一个生命，一只鸡啊，一只鱼啊，一只河神啊，拢是咱一定要对因精进。那这叫做无放逸，保持伫个大乘的禅定波罗蜜啊。安尼来行诸比喜舍，殊不良心。所以咱即马来替来替父母做身，六道众生，祈请三宝诸比降临，做大供养，以菩提心供养诸佛，实践十波罗蜜啊，十供养，十善业，十大愿，十波罗蜜啊，最后要完成什么？来成佛实力。哎呀，那么万万佛的十种的力量啊，佛因为有四无所谓实力，十八不共法，大悲三念等等，所以圆满成佛啊。所以让大家从基本上的十供养，走路修行的供养，修十善业。啊，发大愿的供养，修十大愿王，真实的修行十波罗蜜，圆满的修行成就佛的力量，来普度众生。那么每天我们都很认真的来观想实践，所以唔通第二讲，而且花有水也较歹，花水较歹，还是一个外相。我的心有愈来愈水无？虽然插花也足认真啊，你袂使逐工插同款的花，你可以用塑胶的。你逐天插无同款的花的相，因为用无同款的心去供养佛。咱逐天咧点灯，咱逐天咧拜佛，咱逐天咧点香，但是咱来讲，长点的香甲今日的香无同款啊。因为呢，我又增加了很多的功德，我忏悔了很多的业障，我就啊发了更大的愿力戒律，安尼咧。所以咱逐天你即马无趁钱，甲恁母阿讲，母啊，我即个月已经开始趁钱，我老母足欢喜。后个月等母啊，阮公司即马阁加五个，阁大趁钱，哇！后个月阁等母啊，我即马开分公司啊啦，安尼。哎，你的老母，这个惊好，是不是？今摆等来拢红包愈来愈大包，母啊，啥喏？爱搬厝啊，啥喏？买别种啊啦，带你来遐大啦。所以你的老母讲，哎呦，这个惊就好啊。所以各位，你一定要你每一遍做供养，你要加入新的愿力啊！所以这个供养是用生命供养。所以念下来四项供养啊，先用物件诶，万万来供养。刚才各位特别来，即内底哎，每一遍来拢无同款，有愈来愈无同款无？有啊无？即个有无同款无？今日穿这件新的啦。没有各位看一下嘛，看看好看不？所以爱弟弟进步，那叫四项供养。第二个来修持供养，哦，我心可以有愈来愈圆满清净不？啊，我的波罗蜜有愈来愈好不？安尼啊，愈累积愈济不？业障愈来愈欠，愈少。从我你今日出家，从我出家，我定了，然后等于出来，我一定爱我的父母教阮阿爷讲。现在不一样了，怎么会生活还在你笑还这样弟弟你跟我们打招呼要让他们两个老人说、这个不一样了、现在不知道要炸什么回来好了、
顶回炸这個，下回炸这個，刷到炸这個，愈炸愈侪，无共款，钱啊愈来愈大包。那安尼爸母就欢喜，就欢喜安尼啊，这叫做修持的功用。啊，最后什么功用？来念一下十相供养。哎呀，你已经进入菩提心的修行，进入空性啊！你已经看到真相啊，生命的意义啊，很欢喜哦。佛就是降我者，正觉缘起，无我的实相。所以你对供养内底找到生命的真实相，就是要成佛。安尼你精进，安尼很欢喜哦。这叫做第一供养，正入空性，圆满菩提心的实相供养。所以说你要进步，你不可以每天早上念这个，明天念这个，我都是在看师父的念，念面都这样，念得很深，早上念，今天来念，明天再念同样啊，已经深了，这样，刚才念佛看到你都不笑了，深了，换一个好不好，这样，你看到念佛都傲嘟嘟，念佛也知道，哇，他深了，他眼睛有小三小四啊，啊，所以安尼人就退步啊，所以讲一定爱记，咱人啊，不管伫虾米所在，爱达工，互别人欢喜，无同款的花，无同款的笑容，无同款的思想，无同款的位移，安尼叫做体悟无常，了解吗？这个无常是咧进步，咧进步，唔是咧败的。所以这个人本来面白白，爱回看到面是红光光，你欢喜未？欢喜，这个人即马身体愈来愈好，啊，囝愈来愈趁钱，啊，无感情愈来愈好，囡仔愈来愈好读册，啊，你足欢喜个。所以咱得爱互众生欢喜，这叫做诸心的实践。你行到什么所在，一定爱互众生看到你每一遍拢更加欢喜，安尼啊。所以我定来甲师父讲，啊，恁这头前，爱变脸，人咧欢喜嘛咧变，爱互别人看到你。精神愈来愈好，愈来愈认真。啊，无你坐头前嘛，无你去坐后边呢。啊，再让人看到你愈来愈好。如果各位顶回今晚来看的花是顶个个百花，个采了遐百里的气息啊。真侪查某人就是，硬要叫人恩爱呀，但遐花已经臭起啊，搁要叫人爱，你足奇怪。你虐待你老公啊，你都已经臭起啊。啊，个拍片哦，我们在边弄啊，因为你没有在精进，你的好好的人，那人家一定很喜欢你，怎么会讨厌你？但是因为你没有花的香味，你没有花的新鲜嘛，所以我给各位强调哈，一定要进步。其实我把酒就来，你有进步无进步，我拢看得出来，我拍摄讲。你也不要问我，我也不可以跟你说、所以因为如果你没进步啊，那做师父的就有一点难过啊，这样啊，以前说我常常跟你住下，从我刚才现在住那么久啊，你都说我在听呢，住下怎么不好呢？这个法的有力量呢，这法在第一身躯没力量呢，你来去研究。像我们在念的时候，各位一定要很认真的进入这种情境啊。我们叫三昧，就是身体、嘴巴、心融为一体，然后进入这种观想，乃至进入经典，乃至进入念佛的圆满的心态。那这个是你平常要一直练习。如果你不练习，那时候已经散乱惯了。或是反正嘴巴念心没有想，那你就培养不出一个修行的气质心态。也就是说，你在处理世间的事情就跟佛法没关系，因为你没有用心在这上面。你会把哦，你在做事业你很厉害，会骂人哦，来学佛对师父很虔诚啊，还变成两面人，很恐怖了。为人就像呢，哦对头家就好诶，因为头家本身水嘛。回去对太太很凶，会有这样。那修行就是要达到在任何境界，生老病死是谁在谁有身体人都会发生的。但是一个修行人，真实有修行入心的人，法入心的人，经常在实修的人，他在生老病死的时候，
还是保持菩提心啊。啊，哦，生病了，哎呀，这是消业障啊！啊，我忏悔啊，生病了，更让我提醒要有空性，不要一个我在生病啊！哎呀，生病了，更让我体悟众生苦的痛苦啊，众生的身体啊，所以会生病，所以呢，我更要精进追求成佛，把这个障碍、这个病变成一个修行最好的助缘，这个叫修行人嘛。就像一个老师傅，人家给他开刀，开完刀以后，医生说：“哇，忘了打麻醉剂。”但是老师傅有修行啊，所以他忘了打麻醉剂，他相信这是他的因缘，这利用这个境界来修行。就像《金刚经》，忍辱仙人被割力王节节割截身体，那个时候是他修空性的时候了。所以佛陀要用这种境界来代表你有没有空性。啊，你有没有进入无真三昧？你有没有保持菩提心啊？所以各位这个要注意。我发觉有些菩萨还没修行，师父，你怎么没有叫我食供养呢？我出他解禁，那不翻脸了啊？所以那代表哎呀，这个没修行，给别人供养功德给大一点，给他供养有执着了，他是跟你威胁，不是我供养，我下回就翻脸。师父，电视。干嘛？我带回家，我送的。我这个没有修行，他会翻脸啊。那所以各位，这种那他不是修行人，他随时要跟你翻脸的。你不让我站前面，我就翻脸啊！你不让我做那个事情，我不高兴。那代表你不能面对逆境啊。所以各位，你要在变化里面去找出自己有没有修行。所以在逆境里面哦，今天我生病了，我发愿天天要食供养。虽然我现在病得要死，我把那供香供花这样啊。所以我现在已经快死了，我还在阿弥陀佛，因为我对极乐世界有信心。这个世界很苦的，让我们体悟轮回的苦，体悟众生的苦。所以我现在念佛也不是为给自己。如果说你给那边戏啊，你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赶快往生净土，那你最多中品往生，因为你是为自己在念佛，因为你很痛苦。但是你越痛苦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愿众生苦我来承担，我一定要为众生努力心修行，我一定要成佛。哇，好苦啊，看到没有啊？这个苦你讲好苦啊，是代表众生而不是你自己。所以我的老母要安心，我说这个道理给他听，说老母你现在生病了，老了一定会有不舒服的地方，这样会让你知道众生很苦很苦很苦。所以呢，这种苦你要发起慈悲心，这样来念佛啊，发慈悲心念佛要从什么？我们就是要变阿弥陀佛，有法度救苦救难，因为我们很艰苦，我们知道众生的艰苦，我们念佛就是希望我每一天要帮助所有的众生，跟我们阿妈同样要让他们离苦。我刚才可以说阿妈，说阿公，我老母面就落下来，因为我阿公放下我阿妈，所以我老母常常说不要叫啦、啊、我常常说我名字都不记，我阿公叫什么那边问啦，我要写百位无名要怎么写，因为我的老母有分别心吗、啊、这是一阵少年对囡仔，啊，就伊个老爸对伊呢，所以就无欢喜啊。啊，即我嘛爱帮助伊，即卖伊个话题，我就爱甲伊讲个清楚啊。啊，无啊，虾米人拢有因果啊？啊，我对讲别人个因果讲转来互伊听啊，所以其实呢，即嘛是有一段因果伫个爱甲讲。啊，我有一边要讲啊，阿母啊，我叫虾米人来看你？免啦，我讲哇，我来个讲得罪啊。卖来搞我看，啊！我就是讲，啊，就差不多啊嘛，叫亲戚朋友来给你看看，那天免叫，那天免叫，哦，啊，这就，所以我知道，以前嘛脑筋就好，未使甲讲，但你都一讲哦，小夸较无法度啊，才甲讲嘛。迄阵甲讲伊就伊啊，还买差不济啊，我来平静就好啊，是唔？所以你要拿捏哦，所以我现在。讲一遍就是讲，我希望各位达刚拢爱做十供养，因为你有信心嘛。我常常哦，我天天带各位法会做十供养，高不高兴？你要把这个法喜呢带到每一个地方，
就像刚刚你去买了，本来你要买一个房子是100万，结果人家算你30万，哇、哦，你进公司快不快乐？哇、哦，贪丢啊，贪丢啊！啊，两个猛攻下，你中彩了。对对对对，你要因为你每天做十供养，你每天在念阿弥陀佛，你每天都在法喜充满，这个叫三昧。慈心三昧，悲心三昧，你一定要让自己有这种法喜，这种精进，让别人看到你身上的法喜进步精进，把人哦好好同好啦。世间钱够较济哦，无剩好好的人，像我这个光头的人，我今摆在机场看到迄个好个光头，我都表演我看，你看光头嘛，才真快乐呢。啊，有的人是光头，有一点，都西方人不会。东方人如果光头，他会觉得有一点自卑啊，规矩剃剃改，他比较拍垮。但是心里看得出来，他有一点自卑不自在啊，那样，就是他的心态有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能看不起他，你要显现一个理光头的快乐跟自在。那咱我去家己嘿，家个男所来的，吼哇，各位兄弟，哇，咱拢剃光头就好。啊，现在剃光头。我就是要打拼，我跟他说一句话，我今天要带你出家好不好？好啊，当然嘛，说的身体来来的心出家了、啊、你就算你如果没修行，你现在马上要出家，你也是叫人关了。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要跟你们好的朋友说，今天来了，礼拜来了，你才安全了，好就坏了、哎、里面有法度修行呢。所以咱台湾的感觉就好，每一个感受拢有观世音菩萨，拢有佛堂啦，离因足近的。啊，因逐工都会使在拜佛念经啊，爱戴尤其咱南部每一个感受的顶啊、顶所长，拢足爱念佛的呢。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去，他们很尊敬啊。当然，我们出家人要做到让对方尊敬，我比你还快乐，我比你典狱长、所长都还快乐，都还自在。啊，各位这真要紧的，所以我真正甲师傅讲的，那唔当足悲哀，师傅足欠钱，你咪足可怜，你咪可怜，你出家人，你根本都唔是宝啊，师傅足欠钱，足可怜，足孤僻，脾气足歹，足烦恼，安尼啊，那你出家干嘛？这个我师傅讲，这个人不能出家，这个人出家伤害佛教。啊，黄金白银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我今天能够修行出家，哎呀，安尼啊！所以您都是讲头家啊，你怨叹，你公司怎么倒啊？你讲咧，阿弥陀佛，阿弥陀，你在笑什么？我念佛啦，世间善恰敬雄啊，啊，金钱无家共有啊，你趁你机会讲我听，我咧念佛啦，我来家上班还是随缘就好，对不对？服务众生，念佛发菩提心真要紧啊！所以我那个各位交代，后摆卖个恁囝恁翁，都要谢谢念万叹，好唔好？啊，无你失败，还师傅搞的是你啦！恁囝哄我来拜佛，我拜佛无完，未免怀念我母啊，拜到安尼哭到安尼，爸爸因老爸走了了，规工咧哀咧破病，我拜佛就拜就衰，啊个念书拜啊！那谁要来拜佛呢？是因为你把佛教给不好掉了。所以我师父说，出家人不快乐，出家人不法喜，那你出家有什么意思呢？出家人抱怨。所以我能够体悟这个道理。我跟我师父说，哇，当我出家那一天哦，我真的是哭到感动啊，法喜，我终于恢复我的身份了啊！35年来不自由哦，就拍名。找不到生命的方向，然后呢？等学佛以后，又不能很努力修行。我现在甘愿死都甘愿，少本受马花意啊！做什么事情？因为我只要在修行，我就快乐。因为世间的一切，那只是一个没意义的，但是可以成为修行的助缘，但是不能执着啊！跟他急，今晚退掉，进来报喜，进来做善事，啊，退掉的吼。反而给我们压力，所以各位你要修行人爱有这种欢喜，所以我认为十供养对我们很好，因为它包含了修行的种种方面，也包含了度化供养
我、哦、是供养，是圣业，你要去思维，是大愿王，是波罗蜜，成就佛陀的圆满功德。然后呢，这样来上供下施，象征什么啊？而且能够回向众生，当愿众生，你要让自己恢复信心。有时候我看到女孩子，我都觉得那叫可怜啊，整个人在被想被安装，因为她要恢复信心。我不是在我老的，其实我嘴唇是黑的，你看我都红红的，我面是苍白，我都红红的。那你就没有信心，你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我在团八关斋，有的技术我就不会来，什么啊，我有来面后面，你来参加八关斋你看不看，我跟你没化妆，我不会给你看，我刚没在看你那个，我看我看好多都要试一下看你的。但是他就有一点耿耿于怀，耿耿于怀，他不知道修行是要离一切相。哎呀，男相女相这个不重要啊，所以各位这真要紧，你看这人有修行没修行，就知道他在世间在执着什么，在执着什么他就没修行。那有时候我参加法会，有看到一些菩萨条款要开变识来，要法会开始他才要来，不用知道说我开变识啊，这个人就是很可怜，因为他把世间当作快乐，因为他没有法喜，对不对？有佛法的人，我给你偌济钱偌好，我做乞丐，我嘛要来修行，因为修行同样痛快乐。啊，伊得爱民主，所以这点嘛，各位你爱点来去反省啊。啊，我的供养，供养的意思是同好的要好分，同歹的要给消毒，应该都供养，对不对？你看，你要用一个水果要拜佛，你一定要洗好清洁，啊，个摆好水，最圆满的要拿来供养诸佛，也是回向供养给众生。啊，拜的佛佛，我拢要给他消毒啊。虽然消毒拜嘛，了解拜本体是空性，所以就好消毒。虽然供养好的嘛，了解好的物件是空性嘛，无必要执着安尼啦。所以要这样去点来去思维。所以我这个讲法，我希望各位一定要用。透早暗时，乃至食饭饱，你走路，你一定去思维。那生命是无常的。我伫个死之前爱消毒，累世累劫的五浊业障拢要个消毒。我伫个死之前要达到无上菩提心，我要上品上心，我要当下成佛。你爱达刚都爱咧想这個，要安怎家己钱？你们能去想讲、哦，我当时要破病。所以那天技术说，师父我现在、跟你参详、啊、我如果死哪股台要去，我你都跟我说这个，搞不好我先死。你要想的是你现在要如何断贪嗔痴，要如何说主人那个阴就那个果，你不用烦恼。那个我说师父是土壮好、啊、树葬好还是火化好，我说这不符，你死哪死也不知道，搞不好你在车里面自动火化，搞不好你那个大海自动水涨，你考虑那么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因为如是因如是果，你去想那些、哦、你还给我交代这个、我给你交代更快了、像他早死不知道，但是我死很快乐、你死在烦恼，你决定要土葬，你怕给你火葬，我看你就去死了、所以那你该担心的是什么，你该想的是什么，也够在行要跟这个因无上菩提心动机，你这样去练习，所以你走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无上菩提心。这个菩提心煮的一碗饭有好吃吗？你有法度吃到那叫做佛饭啊，这样啊，佛要捧一碗水给你喝，你什么业障就消毒，这样、那叫做佛水啊，八功德水 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同样，你跟你说我要离众生跟钱没关系，你保持在这种圆满的进步的心态。说实在你某这样的美人就这样整天傲嘟嘟，他终于一天早上起来在笑，哎呦对你很好、去煮一碗饭给你吃，你一碗饭吃了真的都没老板肚子、我没这样，我很欢喜，这样欢喜吗？很欢喜，我发现心情好、还没有爱，我很欢喜，像我们的老母在破病，说起来我就会感觉老母破病，他如果没笑，我们心肝就会疼、去看老母就说哇现在都不疼、我们大人说哇现在睡得咕咕叫、对啦好睡、起来就笑，这样好跟我们说你心情好，好、因为他比较好、
伊心情好啊，啊，你就足快乐啊。所以你发觉讲，哇，原来咱有法度影响别人。所以各位爱记，行路爱让人感觉你真快乐，食饭爱让人感觉你真快乐。啊，做代志爱让人感觉你做了愈来愈进步，愈智慧，把人看到会欢喜呗。这个叫互相增上。我们修行人，从我家己温书点给他交代，我已经知道，原来我一个人活在世间，不管我在哪一个乡下，别人会因为我而得到进步。所以我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小心。啊，像我昨天去监狱，我也掐定底点，我变阿弥陀佛了，我变阿弥陀佛了呢。好，每一个对刚的看守所的门呢，哎呦，尊敬哇、哦，这是海涛法师啊，无讲不但无讲，够礼物。因为大家拢忙哇，了大家嘛走出来看，安尼啊。啊，有人问海涛法师，我那么听讲，你电视无咧看咧？小煞给我介绍，安尼啊，但是我一定要很小心，把人把聊，那你要非常每一个动作走路。诸事我拢摆到同完满的呀，让对方迄台短呀，出街嘛袂歹。我打你迄面，大家拢凹吵吵安尼，拢做严肃的。但是我讲啊一半就开始笑，要走讲，我会记得来吼、哦。啊，要走迄阵，我个人抓住讲各位短呀，真系黏落去吼，啊，黏来抓你辛苦啊，你不得了，我跟你讲，这是活水哦。以前要抓一个，你想要要给他抓啊？但是我已经给他讲完了，已经了解了，所以给他抓出来就好了。我看他真欢喜，有一个合众，还给他拿起来抹抹的。很有信心吗？一开始排斥你，因为他就不懂啊，他就不了解啊。我昨百几个问，不念地藏经的牙齿，我才一个，我一百空一个，里面一个念地藏经，剩都不知道。所以你要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啊，所以给咱一点钟的机会，从陌生对立到冷眼旁观，到慢慢接受。不然我的功课，因咧斗定个有诶提手是怎？安尼啦，意思讲，较紧诶，较紧诶，我要来报分啊啦。因为我都要来开，公公，因大家拢做巧诶，因为他们叫默默抗议的，对吧？啊，但是你要掌握好，这无要紧，这正常。然后慢慢回别哭，专心来听，但是你也了解，所以我安尼讲个故意，这个叫空性。合福的人，时时刻刻，你才是休息，就咧影响众生，影响世界。所以你一个人话都影响世界，刚才咱听林玉声音，伫树啊卡打住后，这个国家拢改变，对不对？刚才流水长者子，野猪比放心，跟人讲鱼啊拢死啊，但整个国家拢变好报起来。一个人有法度影响一切，所以我当时感受讲，你虽然关在内底，你的爸母在外口破病，有人要甲你追杀，你有法度改变，你就改变。你有法度真心啊，向伊忏悔啊，用着好心，你的爸母身体就好起来。啊，恁这七天就吃菜，安尼就好啊。啊！你免开半工，你就食菜，窗仔门伫外口，水甲喷一下，啊，饭粒仔甲弹一下，安尼。所以你有法度改变。所以当然有个人本身对出家人印象就歹，这是伊个歹一面。但是因为你的出现，爱互别人感觉恁无共款嘞，安尼啊。哦，你甲别个出家人无共款嘞，因为伊本来就对你无印象，无好印象啊。啊，所以你爱把握每一分每一秒。这叫做空性缘起，因为关心别人，所以我的师父常说，这个车顶不要睡哦，不要度孤哦，大家都在给你看，我们头前的师父讲那么大声，像在讲师父啦啊，你要很细腻的啊，所以我在婚姻基顶整个空服员上一半给我，哎呦，哇，有吧、哦、正好超度啊，同学也有那块面包拿起来洗洗，这样啊啊、用完以后，拜托紧叫伊捧顶。啊，我食我的巧克力，我早就准备好了，袂枵我。我逐工嘛坐份，我一定摕着巧克力嘛，无通啊食袂安怎，对不对？迄无一定有法度食的。但是你不能为了这个事情跟空服员翻脸。哎、欸，我食菜呢，啊，你怎么不认识？我捌去坐美国航空，有一个小姐足怕的。
意思说我们这边美国航空没有准备素的啦，啊，明明在机场有订，但这个小姐讨厌人家吃素，啊，所以她就不管我，弄个白人她不管我。但是你也说哦，没关系，谢谢。啊，别还想想会拍谁？几步步步步步步几步？啊，人家这边沙拉，因为我表现就后悔啊，我都没有抱怨，我都笑笑 ，OK， 没关系，安尼拍谁？但是我呢该赶快一派我嘛派，哎呀，那是你的事，对不对？所以各位，那你可以度他，你可以度他，一对你派，你更可以度他，因为释迦牟尼佛龙啊呢，这国王他派，这个强盗他派，这个蛮横人他派，佛陀修忍辱慈悲而感化，对央杰摩罗他派，佛陀我可以感化你，这个魔鬼那么凶，我可以感化你，所以。各位，我讲这个意思是说透过供养的心态，你要把人看到你跟他，那新郎新娘啦，为后边行啦，迄阵有水无？叫水，伊阵拢以为伊叫水啊，叫幸福，安尼啊，啊，这个要保持三昧，什么叫做保持不退初心，成佛有余？你逐天拢咧结婚啦，那都是水啊。你既然要讲娶，你就逐天互伊跟他新娘啊。你给人要给你，大刚回一起，他是我心中的新郎，最美好的。你们大刚念啊，当初给你对我好啊，今嘛呢？你在讨旧账，你在偷皮听，啪！哈哈是你自己找来，因为你抱怨嘛，啊，所以讲你买我，我虽然你功课，我爱和恁笑呢，较袂空气呢。所以我昨尾去迄尴尬的小姐了，哎呦，海涛法师要来了，安尼，我是讲我闺女，我六年个恁个在得闺个，恁在等我，啊，那拢六年都老去安尼，你个在等我，你好出来啊啦，啊，但是至少他不是说讨厌，那所以我进去里面像跟他们谈情说爱一样啊，不变那抖音，一台女孩子能谈情说爱啊。啊！你爱好伊欢喜，伊是食毒的啊！伊是大部分黑顶下地方，哎呀，里面都是吸毒了，都吸毒了啊！70%吸毒，10%是酒驾。现在那些真正做坏事的还不多，看到了啊！吸毒人也不是不好，就是意志力薄弱啊！啊，但是你一定要让他很欢喜、很快乐，所以你别改攻下面围，你别乱好伊欢喜。刚才各位，你少年去看你同爱的爱人啊，你也想足久的，你也去花店徛足久，唔知要啥好嘢。你就只要欢喜，啊，要讲啥物话，你拜六要甲约会，你拜三就已经困未起啊！我跟你讲，你也足欢喜啊！所以各位，咱念佛的人，知影后世人要来极乐世界，有欢喜无？无欢喜，死无要紧，死就要去啊！安尼啦，所以你就叫做了脱生死啊！你袂惊这世间的代志，你拢袂计较，因为你知影，咱的希望、愿力是伫个极乐世界。世间的代志是消业，有啥物通个抱怨？所以，一个念佛的人会时时念，会抱怨，真个无咧念，迄个念世间法。所以佛陀讲，世间法你爱有亚离心，你爱了解，咱是来消业的抱怨型，咱是来害者害完，咱要来极乐世界。记录世界以后，不是为了自己，安尼我就要回来度因。安尼那讨厌因，你就无法度去上品往生啊。咱不是讨厌，啊，咱是念一遍来，欠众生者。哎呀，我们众生都是爸爸妈妈，我们报恩，我们欠众生债。我们的爸爸妈妈还不懂佛法，都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这样子在念佛啊，所以念佛的人，大家欢喜快乐。所以我师父才跟我说：“哎，修行人不快乐啊，抱怨啊，不微笑啊，脸严肃啊，不是修行人。他不知道佛法的快乐。我刚刚了念一遍心经，我都欢喜个唔在人，对不对？哇，念个心经，哇，而且现在可以看这么多经典，太快乐了。老实讲，我刚刚可以喜欢在房间，我都是很喜欢看不一样的经典，看了又看，看了又看。除了处理一些事情，还乖乖下百位。”反正都是做好事，但是呢，看到经典，知道如何去实践菩萨道，哇！而且刚刚黄毅讲，来，要讲我别人听，这个最高的修行叫劝进行者，
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目的要劝别人读诵大乘，劝别人读诵阿弥陀经，劝别人发菩提心。所以我在这世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坑，所以我早上早来去马道起哭十几年十几年。哇、哦！你明仔爱来听课，不是听我讲课，是因为发挥足舒心啊！我调查一下，锻炼磨刀的人，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磨刀才锻炼六个人啊！你五个来，一个在厝的啊？先啦，我再去个暂停法师骂啊！你拢无去磨刀吼？去讲宣传，迄个我会叫一台广告车，明仔海涛法师要来，奉新百威免钱。我昨头走去素食店要去讲话嘛，要落车进去哦。赞扬师给他看着，迄素食馆有没有贴海涛法师明仔发海报？你去无？安尼那么难去讲？你讲啥？我你去阿叔，你来从啊？我明仔会演讲，安尼无带海报，我等到去用念。人都不知道我是说一定都有答应，我要跟你感恩，多谢你们哦，对不对？也会上过车来哦，这样，你们这叫做弘扬佛法。当然我要跟你教什么叫做弘扬佛法，你就要对整个社区有爱有关怀啊，难得有大好会，那希望每道都总来，好不好？我就想我跟哪些我都一间厝现在要出租的给租起来，去遐服务，去甲因免费服务，做念从啥，对不对？那安尼唔才有意思。所以既然安尼，安多五个，你咪算一个做联络人，爱去磨刀去推广，啊无变啊，啊，恁家包的磨刀好够多，我哪拢唔知啊？恁办落啥？啊，因为咱无去甲因爱啊，去甲因关怀啊，生老病死啊，爱侬欢喜啊。所以各位，这叫做大悲无量。你有慈悲心，你就想会到；你有空性，你就想会到；你有佛法心，你嘛想会到。所以我希望各位，你呐有时间天天来吼，啊，够灵力的吼，你要写一个报名表。下面我要做麻豆的联络人或义工啊，我来道上港啊，我要做麻豆市区的联络人。我要来啊，找厝啊，开始都要甲人写一个免费助念，对不对？啊，无嘛，菜市啊，讲你有提囡仔无？免费超多啊！你要用修金办法，对老人、对少年人，爱去推广佛法啊！先咯，佛法欢喜无啊？就好就好啊！所以咱来讲这个欢喜，爱甲别人讲，干那咧甲咱北部讲讲法，咱未使讲啊，北部未合分。你莫安尼讲，你已经放弃北部，你无可能发菩提心啦。你来用什么方式让北部欢喜？啊，就钱好伊，物件好伊就欢喜啊啦。你就理解安尼都好啊。恁阿唔合福，你就对他体贴，煮较好食，伊嘛讲合福好安尼。所以你袂使多啊，啊你阿唔念阿弥陀佛，阿唔食菜，你唔是无啥？你要落地噶个？啊，你莫甲我讲，我甲你扒落啊。你好好的人心肝歹，叫我落地啊！啊，你不要讲话，你就卖讲话啊！所以各位，你这台你就爱学啊！刚才我去甘肃的，讲哇，我足欣赏你呢！在内底，和国家市啊、长官对你也好啊，大家给恁顾，叫恁起来运动，叫恁去拜佛，或恁去倒车，大家拢安尼白苍苍、肥肥安尼。您这所在叫做嘉义看守寺，不是庙。阿伯阿车，你讲，我带你回事业啦，卖讲红鬼啦，我咧修行啦。你爱讲好伊欢喜，哎，顶下吊人家看，大家拢真欢喜，真欢喜，对不对？刚刚门口师傅，安怎？什么时阵我要来？哦，拍摄即马看不应啊！我还叫我发输赢来啊！所以啊，但是各位你来。一直一直想办法，所以叫做日日分分秒秒拢在精进，对内要净化，对外要有广大的善缘慈悲，你要不要浪费一天的时间？所以我讲了一天就是一辈子，你今天浪费，你没有明天啊，因为你明仔一定过得更不好，因为你今天浪费了嘛。
那你今天浪费以后没有精进，你的冤亲债主就来卡你了，你的业力来找你，你明天不好修了啦。所以那你要精进就会撸拖撸挡，就像现在泥挖就这样，你会觉得修行很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精进嘛。所以各位，这个叫不进则退，这个修行没得安呢啊，不得安呢，你不可能休这里休这里，不可能的代志。所以你每次做什么要很认真，保持那个法喜，这话都改变你的个性心态啊。所以这个五执，用你的想法，用对世界，什么叫做法执？你用你的想法去看世界，那叫做法执。你用你的想法来看自己，叫做五执。你无法度突破你的执着，你读佛经嘛不好，你是在批评佛经，安尼样子啊？啊，就算你看佛经，你无要用你的信心，佛经对你嘛不好，因为你等于在看药啊，无在吃药啊。因为咱都要达工。有一个进步，有一个发喜。你供养花，你也变花；你供养香，你敢那香，了解意思吗？哦，因为咱所修的功德，拢在咱的身躯。咱念观世音菩萨，看到你敢那观世音菩萨。你像我昨去甘肃，我写一张牌位，调完空的家，我讲我这摆礼拜有准备，大家来看，摕出来牌位。我来在想。家己看守所所有人员，所有受刑者、完清这部、北部这些堕胎来替所加便当、动物什么南路狗，拢就去张顶头，啊，无也对外辛苦呢，叫我等来破病。我讲给因听，但是我讲我愿意来，拢恁即马拢恁有堕胎，号什么名？你家己号吉，你叫做阿英啊，叫做吉英啊，两个叫做月英啊，三个啊无吉三个加落去。你有三个，你有四个，啊，所以啊，无要紧，啊，恁家己好，啊，恁话好，拢叫做省省什么，你家己好，安尼，啊，所以你一边拢爱解解决，啊，你家己嘛爱准备好，所以我定来话甲讲，啊，家己也贫惰吼，连袂你都破病，你愈精进愈破病，啥喏？因为众生艰苦啊，要甲你对啊，再去赞严法师，伊足精进，啊，都无来啊，啥喏？老八道，遐老八道，完全借助过来啊。有当时啊，你真怕病的时阵，你嘛想啊，万青这主要找你。迄天我去家己，咱去做一个所在来，五甲地的鱼池啊，哇，爱咩烤捆烤完以后，鱼啊要卖掉。我讲那迄个卖掉，我记得我咩放心，啊鱼啊你就卖烤捆啊，我来给你卖起来，啊，即下就大条啊，啊到底要卖恁偌济？我讲啊无八倍哦。哦，我看伊敢那无改，我跋杯啊啦啊啊啊！我卖四十万，跋剩十万，我有避免。啊，无卖跋杯啊！啊，你若欢喜就好。啊，你减少看啊，你欢喜，同要紧是你继续搞，我照顾这台鱼，因为你是在地的人。啊，伊迄饲鱼也是船长的小弟，啊，船长嘛有出面。啊，好啦，师傅你安尼讲，哈、哦，减三万啦。但是我讲无要紧。啊！恁船长，你倒上讲，这个鱼啊，卖方钓，啊，恁来讲起，这无问题，起码送，这咩嘛无问题。啊，恁啊，都要该抬价，小抬来抬去，大概都阿未做了，已经收台湾啦。啊，爱看状况，所以爱欢喜的，所以啊，来这鱼啊，伊本来讲要，意思讲伊差不多了，已经投资四十万啦。啊，阿未来公公诶，偌济来32万，伊讲欢喜。五甲地一年租起来，那又看卖偌多钱？一年五甲鱼池啊呢，13万6千。哦，你安怎算？我咧台北的生活足俗啊，一个月才10000块。五甲地，哇，饲足侪鱼啊！啊，同欢喜啥物？边啊拢忙啊煲，不过鱼啊无人敢食，无人要来个租。我意思讲，船长讲遐标啊，但是你放心，遐标遐无人要标。遐企业网啊，波边啊，鱼啊，闹人要吃啊。所以那你讲好，遐网啊波啊，同好咱给他做烟工，迄搭拢办成功，迄搭什么规矩啊？这是哦，三步安排啊，对不对？就安尼，咱个加一个，哎，五届都场，哎呀、啊。可以做，办成功，安怎烧嘛，无人要插伊。
哎，那边啊，那地拢熟熟，哎，船长，哎，你若要做，拢足熟的，拢足熟的，你要从啊，饲鹿瘟啊，放菇啊，所以阿王阿伯较少人要去嘛。啊，但是啊，这样就可以做很，那五家地各位你也使去过船啊，啊，去遐野饲了啊啦，所以也使做真济善事啊，所以那。存好心，所以啊，将这个功德啊，各位讲，啊，各位欢喜不？念一下，动向功德，随喜功德，啊，将这个功德嘛，再去讲个讲讲哦。我拄啊，再去去倒呢，即马一道来恁家呢，啊，啊，现在跟你讲，因为恁食鱼的胳膊哦，弄发脱消毒，咱同享功德啊。啊，后摆恁啊出去哈，啊，你也去啊，也一寡饲料，你们足快乐啊。啊，所以要慢慢慢慢，因为众生一体的。啊，当然做完我嘛，搞老婆报告，不啊，功德个来了，对不对？啊，希望你发菩提心哦，动向功德。我特工拢搞老婆老母讲话，所以基本拢无滴，因为对我来讲真要紧啊。搞我的师父讲话，卢须长老、搞中华长老讲话、搞伽玛巴讲话，我特工来跟讲话啊。因为各位信用是啊，你爱特工来跟阿弥陀佛开讲，好不好啊？爱跟阿弥陀佛讲话，阿弥陀佛就爱你念伊，也无要念啥。啊，阿弥陀佛叫咱念伊，迄毋是自私，迄是为着咱好，安尼啦，卖念世间法啊。所以爱有家己的思想很丰富，但是对佛堂都供养是慈悲啦，难免啊一直慈悲，咱无所执着啊。啊，幸福是这个意思啊，幸福毋是讲佛是啥物物件，佛是充满一切，骗一切啊。化作一切，那众生需要什么，啊，咱就变作什么。爱水、爱风、爱日头、爱冷气，啊，拢变作什么？啊，透过世俗的需要来保护对方、度化对方。所以变老人，咱就变老人，即马变一个破病的老人，掉感情。结果呢，嗰个真欢喜，讲功夫法，安尼啦。啊，医生讲啊，这个已经痛到要死，伊那拢未痛。我吃菜啊，迄个安尼是很好看啊，是好看。我都吃菜啊，两分啦，啊正常啊，啊已经个体个烦恼啊，而且应该足疼的对啊，拢无感觉，因为安尼无法度度众生，对不对？如果你今日破病，啊人讲啊你拢未疼，嗯，啊吃菜变哪疼，安尼啊，啊个你放心呢，啊唔惊死，啊两分闹啥物，啊两分都别去记录世界。啊，这辛苦来放下啊所以哦，医生就欢喜，连医生嘛对你念佛，医生就会瓦解自己的我执法执啦。伊就是讲啊，这都爱去开刀，这都爱食吧，啊，就安怎啊？竟然我医生拢无好，安尼啦，我就拄了一个医生来问我，伊讲，迄、那个老人我对伊袂歹，伊就真亲切，爱囝拢无要友好，爱足可怜啊，我去甲伊顾。我那边钱要给他住下，我知影因囝拢无咧友好，我想我伊较好。哎，甲俺老婆煞有听，我拢未听。迄阵我嘛伫边啊，医生问我，啊，所以真正拢未听，伊是甲我骗嘛？我这边他骗，听了听，边他骗。人一贯都对少年就拢食菜啊，那样。哦，啊，但是伊虽然是一贯都，一看到书记足欢喜，哦，说要强，手咧喘嘛，要提红包，对不对？啊，我就甲跪三不两嘛，哦，莫怪拢未听。哎，目睭金细细，咧笑啊，提红包，哎，刚才拄了新妇足友好，提咧念地藏经，莫怪袂听，逐工咧个念地藏经，啊，老婆仔佫食菜，啊，听讲师傅要去，佫足欢喜，啊，当然嘛袂听，啊，医生坐一边，真正袂听哦，袂骗啦，一直到往生拢无听，啊，就下步，啊，所以安尼，这个医生。慢慢地买下分，啊！我呢，我更加相信，哇！食菜念佛，你看偌好，念地藏经，你看真正消业障啊！所以各位这是事实咯。那这个人咧艰苦，你该念地藏经，那是讲地藏菩萨的故事给伊听，伊那么目睭金金嘛咧啊！法力不可思议，希望咱更加是所在在起一大，无要放心的鱼啊、鸡啊、牛嘛好啊。高啊嘛好，牛啊嘛好，啊！我们最近在云林又多了一个护生员呐、啊，起码养好一半，一半会使饲鱼啊，啊！一半呢，一半嘿，像那来的讲，同就要饲两只牛，两只嘛好，因两只一定足幸福的啊！
然后有的所在再放一挂菇，搁加一个所在啊。佛一定很欢喜，这个世间加一个慈悲的净土，是不是安尼啊？所以昨个弟弟啊，应该讲那签约一遍四年，四年嘛好啊，四年，啊，就在救足侪鱼啊啊，乃至对迄所在啊地方一定真大，到啥工，因为伊那是蒙阿波嘛。啊，爱他哈林这蛮神呀，意思讲，真只骨头拢伫个遐啦。所以，迄天去南岛，因闯去一个所在北关寨，一去我就开始腹肚疼，走便所。我说这什么所在？一来哈蒙阿波，意思讲众生足济，更加趣味是啥物？迄大力等每一个玻璃拢大壶啊，好好这样打诶。咱台湾人就讲。真正知影有贵啊，无法度啊，干那无法补晒，才去好好做工安尼啊。啊，问题是伊无了解，哎，迄台大遐久诶，迄台老祖先有诶唔完造，对不对？啊，有诶佫执着伫个所在，迄台鬼神啊，这若无巧合好势哦，啊，代志就大条，哎呀，还叫我真正去到老巴肚啊，啊，爱讲转来佫小可发烧啊，吼，这拢大条安尼，啊。啊、所以当然就是讲，因这边个不够哦，阿弟个兄弟嘛，我改倒三讲来发挥功德，回向南投普兴国中啊，彰化第五公墓啊，所有众生有缘亡魂同享功德，嗡阿吽，嘉义五甲鱼池啊，周围魂墓。万善功，一切亡魂，嗡啊吽，啊，回向台南张淑珠，啊，咱这个所在就淑珠师姐，你都不用的啦，还起码嗡心啊，啊，来上品上身，同享功德，所有护法善信，啊，这一砖一瓦拢安尼，过去的人一直来帮忙啊，啊，来同享功德。园区成立以来，各种死亡动物，嗡啊吽，同享功德，同生净土。所以各位爱点来改想啦，因为咱这所在有一个缺点嘛，饮水拢头一个饮料呢，啊，安尼就我动不得默默修啊。所以以后呢，要养的就是唔惊水的迄种的，啊，唔惊水的，然后呢？阴起来按照多登去大河会同好啦，啊，所以那就要配合，要配合。想起嘛，后边几间啊厝贵，我本来要甲改做神房，咱个占用师参详的，哎，过去上，是我看迄过去起低的呢，啊，改做神房我大歹势咩，啊，把那个空壳破平平咯，啊，我好好好那想尽办，我本来挖几条几条等等，啊，改做大，我想不管怎个，大家拢困来的。您自己决定啦，那好就无要紧，对不对？起低的弄个改做神房，短期出家呢，啊，但是如果行的话就改，那不行的话，那就做别行嘛，无要紧啦，啊，想尽办法，慢慢啊，好，那今晚念一下啊，小三年啦，各位念完咱就先去改救救的，好唔好？好，因较早看我啊，滚下久，咱就要加班啊。所以71页，诸佛子汝等不闻三宝，不知皈依，所以轮回三由，堕畜生身，堕众生身。我今为汝授予三皈依法，如今谛听诸佛子等。那各位，我问者，三皈依会晓背人举手？好，下回要礼拜先问，不要背，不使礼拜。这是菩萨戒。菩萨戒，你一定要背三皈依，这是慈悲。要讲是讲皈依、皈化、皈净，对不对？皈依三宝，皈依不对地噶，愿你发菩提心，这是菩萨戒呢。一只高抓高下，你拢爱个念嘛？啊，你即马夜醉出去，你爱个念嗡啊哄啊！希望恁皈依、皈化、皈净，还是皈依三宝，发菩提心。啊，你个你哪个有时间？什么叫做发菩提心？你该解说，什么叫做皈依三宝？各位，你现在开始练心呢？你唔能讲，我哪会知？叫阮师傅来讲啊！你要自己理解，理解三皈依的意义，甲对生命的意义，
你要了解发菩提心什么意思？那想要发菩提心，你要理解这佛教简单的道理，因为世间无常苦啊，苦来自于无明，安怎安怎啊？所以，但是众生拢是父母，你要给解说，给解说。所以，咱即马开始要发动这个慈悲基金会，就是希望大家拢来加入。啊，慈悲基金会从下对，咱要去讲道上讲做念。看病人，照顾囡仔，照顾动物，办工作，夫妻讲座，对不对？你两个阿公阿婆感情就好，拢未冤家。哎，你爱去公共厅，变哪卖冤家？啊，就忍啊，变哪卖冤家？哎，公共厅啊，你若要发脾气，当然嘛，早就离婚啦。啊，阮翁把靠查某几个，我忍几十年，忍到今嘛才算袂歹呢。啊，你公共厅，夫妻讲座，子女讲座，变哪友好？啊、你不友好，变成公听安怎安怎友好？但这个社会安尼，大家斗相共啦。所以各位希望咱的触角，大家不是修行，不是干那坐咧内底修行，是咧家家户户有众生有人的所在，拢是咱修行的道场，爱去甲讲。尤其咱台南高雄家己足好参详的，是不是啊？所以我定了走去外国，我倒来拢在想，我咧讲到未春节，走到遐远。哎，迄搭咧叫叫无二十个，咱只凊彩卡塔嘛拢听有。你餐厅一日去嘛三四十个，讲好听，大家嘛要听。啊，走个远的所在才来十五个。啊，学学人讲，师傅你要慈悲啊！好好好好好，慈悲。啊，那就真正的真正的跑了很远的地方啊，没几个人啊，那啦。啊，但是我们这边台湾都是人，大家拢会仰修，大家拢信因果。啊！你要讲佛法好听，足简单，安尼啊！啊，但是各位从我在家就开始咧讲佛法啦，这是我天生的，因为我在家我就咧劝人食菜，所以我逐工就去无共餐厅，跟都要食饭，都要食饭。啊啊，讲有没有素食？我们餐厅没有素食，我教你煮啦。我所着佫带几个，佫加三工，佫带五个去食，佫可能佫带十个，伊不得不会晓煮啊。阿伯门口挂着“此地有罗汉斋”，我调羹的啦。然后我就上地藏经，所以每一间餐厅慢慢给它度化。所以我迄阵就想，啊，我若出家，唔知偌好，对不对？真正有法度给人改变，但是你爱提钱去，家己吃，带人去个吃，啊，对人就好，啊，对人就客气，安尼就好啊。连咖啡厅我嘛去，啊，任何所在，啊，慢慢去影响。所以所谓慈悲基金会是各位一定爱。咱来积极啊！今日磨刀，你若和我断一下断两个月，一定足侪人对我食菜啊！对唔，叫我长十几人，可怜哦，三四间素食店都甲剩一间啊！啊，佫无路边摊，磨刀合伙的人已经足侪，拜五呢，拜五是生意同好的，甚物关门啊？这就是咱的责任。啊，咱无去个种佛法叫对哦，咱的无用，你无用家己的代志。无用放心，无用眼光，煞袂记得度人哦，安尼啊，安尼嘛唔对啊。啊，即台你该盘烂，该盘烂对就好诶。所以我准备过去甲讲倒车，磨倒车一个所在好唔好啊？卖收贵嘛，就较好用。啊，有人咧行来行去，啊，后摆门口就大家讲去讲搬物件，但去建筑租币，去建筑租币，对不对？啊，安尼去甲做念，免费消灾。啊！要消灾来遮消拢免钱啊！我昨个暂停法师讲，隔壁地藏庵，咱爱带人去遐念地藏经，念免钱的啦。啊，地藏庵就足欢喜，佮帮恁超度，拍婆啊，拢爱来念。你敢那拍无要来念？念不多，念地藏经，啊，念个地藏菩萨欢喜，连当机出来嘛，佮我欢喜啊！你就爱安尼去感化因，去感化因。所以，对，爱讲了，什么叫做皈依三宝？我就是皈依三宝，足欢喜啊！我希望大家拢皈依三宝，你要用什么方式啊？所以来，咱大家来念，你念的时候发起大悲心，你的慈悲心来升到地狱，高到天上，遍满法界，皈依三宝啊！你爱发起这种心嘛？啊，你发起这种心，哎，更加远的众生，更加无形的众生，让你感动。对咱皈依三宝，你爱伫咧甲想，咱咧念啥物拢爱有面对众生去念。你若无面对去众生去念，你就失去慈悲心咧念，互家己听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想着地家，想着破病人，想着不无信因果的人，想着即马咧享受发布的天人，你嘛爱赶紧念阿弥陀佛。啊，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都念袂完，是安怎？因为你一直慈悲，一直咧慈悲，对象拢无同款，安尼啊。哦，刚才迄家伙病房的这个护士，连麦插，连麦插，迄个听，哦，走个就无用啊，闹堂休困，因为急诊的人嘛靠过咧排队呢，连病房都无呢。啊，念佛的人，哎，有这种悲心啊，精进不退转，那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困去，也无病人嘛，困去，困未去就爱念佛，安尼啊，那安尼代表你无慈悲心，无你来困去呢。啊，跟我念，皈依佛，当愿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消除贪欲心。皈依法，当愿众生深信因果，体证空性，消除愚痴邪见。皈依僧，当愿众生平等忍辱，大慈大悲，消除嗔恚心，愿成佛道，普度众生。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精进。愿因的化合叫做圆满，好唔好？大家拢成就圆满菩提啊！大家拢福慧圆满。来翻过来73页，各位，就算你今日无放心啊，你也要念一遍放生仪轨，像话，因为天顶有鸟啊，对不对？到处毛鸟啊，到处毛家雀高牙，到处毛众生在受苦啊，菜市啊，那么到处就动物都要赶来赶去，你爱给观赏，所以最好在你家面前贴一张动物的地图，我有叫他们设计的，所有想得到的地球上的动物都画在那个上面集合起来一张纸，各位贴在家里好不好啊？你儿子说：“妈，你现在不拜佛了，喜欢动物了，你不了解，我爱他们，拜佛是为他们在拜啊。但是你看到形象会更认真啊。”所以各位呢，所有的这些动物道，特别是往生者，自古以来往生的啊，他们都能够脱离三恶道，发菩提心。76页。回向，咱今日有救了1000斤的，一斤300几倍，一斤才120块，一块有法多买300，一倍差不多7公分。台湾有小阿伯，哎，自然鱼同好啊，本土的，不会哦去伤害到什么，而且呢，能够活得很快乐啊啊，只、就是讲咱既然有该救啊啊，我们就多一些饲料给他吃啊啊。我们最近也做了很多很多，也不断的在做很多很多素食的饲料啊，所以我们随喜功德了。所以我们从放生以来到今天已经念一下116000多场国际放生护生功德啊，所以想尽办法在不一样的地区、不一样的国家，就不一样的当地的啊，最需要被救的这些原生种，特别是那些自然生态生长的，啊，一不能在森林里面那些猴子多快乐。现在在印尼，我们很痛苦，一直拜托他们救啊。本来他们还冰冻冰冻，最近有个女居士被感动了，想说，一去救等来搞啊，一只像300，我已经救是600，也就要变300。我想，您会谈价，也要供给小公母是啊，救到那种小猴子了。因即嘛，迄高山啊规定，因就网啊个压落，包啊绑落，砰乱走，大只拢走去，细只走袂去，结果拢掠着细只。啊，掠着细只，我想更痛苦，那妈妈一定会哭啊，对不对？那这个小猴子回来，你没办法放了、啊，啊，所以因就分配几个饲小猴子，了解吧？哎呀，饲牛羚，哎，就去挨着啊。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母性，我也跟那女性说，你爱上的那只猴子啊，一定是过去你的儿子。你说对啊，我就是这样想啊。啊，要去放的时候一个都要烤呢。啊，我说你还是要放了他。所以他现在已经成长了，可以自由了，可以来绑。很可怜啊，那些小猴子。啊，所以他现在就比较积极了，他说他们好可怜。我说真的是很可怜。
啊，但是我们回来不要把它养成宠物，给它关一辈子不好，养到它已经可以独立了，这几只找一个安全的把它放掉啊，因为猴子要生存呢、啊、比较容易啊，所以我想很多很多地方，很多不一样的地点，那大家都要尽力努力去做吧啊，所以从所有的公体回进来，随喜世界各地，所有放生护身功德，特别我们内心要随喜中国大陆，哇，大陆人真的是冲啊冲啊，他们那种精进不退转，每天坚持，现在大陆普陀山还有一个法师，嚯、哦，达刚我有跟他联络，达刚去救下面，另外救一种奇形怪状的马啊，马要被杀的马，骆驼啊要被杀的啊，整部卡车就去载哦，羊啊牛啊。啊，猫啊，狗啊，反正他负责救，居士负责养啊。每次救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他都不用拿麦克风，还是里面就汪汪汪汪滴滴念嘛，拢袂念烧声啊，因为他们有大陆的这种冲啊冲啊，对不对？救多少算多少了，所以呢，不断的在努力。我们最近在泰国又多开了两个护身员。啊，泰国北部他们当地的政府跟出家人看到我们做得很实在，所以就提供很便宜的土地给我们，也帮我们忙啊，所以我就可以，所以做代志要做个好当地人欢喜啊，欢喜的，而且帮助老百姓的生活啊，而且老百姓现在也很高兴，他们一收成以后，不管是玉米啊那些草都主动送给我们，帮我们养牛啊，因为养的对象是出家人，所以老百姓认为说来帮忙师父他很快乐嘛。啊，这位出家师父是泰文讲得很好，中文也讲得很好，他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当地的人呢就很感谢他，因为他帮一间鬼的庙变成没有鬼，所以当地就很赞叹他。我这间庙来得有鬼，没人敢去的。啊，二十多年，那个老和尚嘛说你来试试看，结果一去拢无鬼，然后。那不是鬼，那是过去世老爸没有起好在等他来，你不要把他来，谁他都要把他赶走，就等这位如意法师来，他就变成他的护法菩萨，所以整个寺庙就改观，气氛也改观，没有人受伤。哦，当地过关华裔马上要给他在寺庙，他说他没办法了，缺人，除非你们送小孩来出家，送来帮忙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他的因缘，这嘛是过去世种的好诶，是不是？老爸替庙起好，迄老会长对较好，政府对较好，师傅嘛对较好，钱直直摕去。啊，他负责做，我们负责出钱啊。啊，新加坡的居士、马来西亚居士、台湾的居士，所以他现在不缺钱啊，但是他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念一下随喜功德啊。而且给我们那块地更好，旁边刚好一条大河，这个大河是金三角河，没人在抓鱼啊，金三角，这个就三个国家，缅甸、泰国、寮国，看到没有啊，所以都要旁边刚好那个河啊，那个都要绑了，都要放不完啊，你就黑心命躲就好啊，看到没有，但是我都跟他交代饲料要到，饲料要到啊，希望金三角永远和平啊，这就叫因缘成熟了。好，所以我们来随喜功德来回向，我们想到所有的救命的功德，不管是谁放生护生戒杀吃素，各位你要拜祭哦，你来去菜市啊，来一处功德盖善加菜奉心施食，将咱的功德拢布施回，安尼啦，特别咱盖善加菜，这功德就大呢啊，这是金米来这发这个愿，要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们。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户民生命文化基金会。听闻佛法，离苦得乐。